成立超过80年的香港自包饮品龙头维他奶，今个月遇到区内同业杨协成举牌入股，近一个月股价累升超过60%。呢场牵涉到新加坡顶级富豪的交易，会不会令到呢个香港品牌过档新加坡？杨协成今个月初公布入股维他奶，联同主要股东远东机构，即是顺治家族成员黄志达的家族办公室，持股超过5%。杨协成当时指，入股符合集团投资亚洲行业领先企业的战略，提高在内地和香港植物饮料行业的地位。睇翻基本面，杨协成目前市值3.5亿新加坡币，折合美够21亿港元。维他奶截至星期一市值达到88亿，是杨协成的4倍。睇翻最新年度的收入和盈利，维他奶至到6月底年度收入62亿港元，盈利1.16亿港元，两者都是杨协成的3倍。换言之，单凭杨协成的财政实力，要入主维他奶并不容易。不过，黄志达和哥哥黄志祥身家达到144亿美金，要买起维他奶就变成一件不是那么难想象的事。黄志达自从月初披露持股超过5%，短短3个星期，持股已经超过9.11%。若果撇除罗桂祥基金的家族权益，黄志达的持股已经超过维他奶现任主席罗有礼。考虑到罗桂祥家族其他后人，罗家持有维他奶大约26%的股份，虽然维他奶近一个月的股价已经升了60%，但同2019年初高位45元以上的股价相比，市值缩水了80%。维他奶这5年面对住疫情挑战，内地手摇饮品兴起，社会事件引发的风波，收入连跌了3年，亦都由基金外股渐渐变得交投疏落。以现时股权架构来看，黄志达要入场成为第一大股东，只在乎他想不想。而到底有什么想法，罗家怎么看这件事，可能要留待11月维他奶半年业绩的时候才更加清楚。